加冠进爵，哎、欸，英雄继续，英雄继续，英雄先讲，先讲。嗯，这个还有问题吗？应该都讲了、喔。而且我们努力了那么久，才拍了好多集啊。来，金钟也可以十连抽了，我们继续抽好了。有无？国家，俺个有来抽一个抽霸哦、喔。所以你看哦、喔。啊，结果才一个尔，来今日的重点甘霖，甘霖，那甘霖呢？他就是这个，哦，现在礼拜四都已经开始有那个观光客了耶。这个我们这里的那个看到的现象，在这地球也任意永远学习五个键，这也太难了吧，这个任务太过分了啦，要求官方更改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我们的技能完全没有学起来，七等吗？哦，这进度也太慢了吧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SLG 它就是慢慢来啊，没有人说一天就要满等啊，我一直跟你们强调。那拥有七个名将或勇士或者英雄升到二十等，这个你们可以去做。好乱哦。二十等英雄升到二十等，所以是这个吗？他是说几名啊？啊，十个，那全部给他吃啊！在这地球耶。没有你的我，终于承认我好寂寞。我觉得接民警好了，有个无聊的。征战呢，就是过关斩将哦。然后他会帮你挑。他其实蛮漂亮的。这有点像是 PVP 哦，我觉得。好像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跳了。所以是无双对决哦，是四比四，我可以跳过是不是？整死，对啊，他是在把我整那个吗？他是在耍我吗？我晕倒了，我怎么觉得我被耍了？可以跳过，可以离开，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傻傻的在那边，我觉得大家在看我笑话，比武大会。膜拜嘛齁，好啦，其实整体上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是一个策略 SLG， 所以就是跟着接啦齁。啊，这么意思就叫你调兵去 gank 他。总是这里也没兵啊，所以你会发现这游戏都在调兵，调兵，调兵。